知道司马光的缸有多大吗？这么大。什么？你问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就是那个游戏啊，在一场比赛中我被他吸引，就很好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然后我就加了好友，后来我就跟大多数网友一样，发现啊，还好是你，我等了太久也没关系。